瑞少的奥运梦可不是轻率的，他很怕采访影响到小朋友的练习时间，课堂上还不断催促要继续练功呢。而接下来这一位，他也有个梦想，男主角从流浪汉变成了台湾郭王，写下一夜传奇。这位是52岁的叶清源，在传统菜市场里头，用两个喷枪轰轰地对着铁锅来喷火，热度飙到1200度，这样的表演秀总是吸引民众驻足围观。每个礼拜他只要在脸书上公布行程，也会有顾客专程而来。从市场发迹，在网络走红，一年卖掉15000锅，营业额可以破1000万之多。好难想象这样的大老板，曾经是可落魄到睡在三重路桥下的人。原来年轻的时候，他为了要帮弟弟背债，他的人生一度跌到谷底。还好叶清源相信，只要肯做，天无绝人之路。后来呢，有一次他去修水电，遇到租屋客是个光鲜亮丽20岁的上班族女孩。叶清荣形容说，她当时像是认识了仙女一样。而这位仙女呢，后来成为叶太太了。在她一无所有时，看见叶清源的脚踏实地，不顾家里反对，点头嫁了。老婆成为叶清源扭转命运的动力。带大家来看爱情所打造的郭王传奇。熊熊火焰上下齐攻，完全不怕这口新锅子烧坏。1200度，再加1200度，再加一个800度，把它放在三昧真火之间，让它冷缩热胀。顺便哦，看这个铁好不好，红的、黑的、焦的淘汰。像宝剑般淬炼，对着铁锅每个角落高温燃烧好几圈，这是叶清源卖生铁锅不变的方法，最直接实验，让人眼见为凭。自来水来的，大猪小猪落一盘，水变成 3D 立体的。比耐米还要耐米，耐米。焰火开锅，运用高温烧结的物理原理，让铁锅的毛细孔更细致，达到天然不粘锅的原理。之后去碳层处理，让炒菜不会黑漆漆。每一个角度，我的手会感觉它像溜滑梯一样，这是我的标准。没有微电脑，没有智慧，靠手去感觉。抱抱看，因为要用好铁下去做啊，回收铁比较轻，铝合金最轻，但是铝合金吃的哦，会忘了你，忘了我。不加任何化学涂料和镀膜的传统铁锅，即使有些重量，再经过刮擦磨打，不用担心刮伤掉漆。老师好，同学好，大家好。正在磨铁，欢迎参观指教，才不会买好几千只指教。我阿妈讲，路家破去为止。逗趣的叫卖声丝毫不减损专业度。30多年前，才17岁的叶清源，年轻气盛，和父亲一言不合离家出走，报关行小弟、餐厅少爷、维修电玩机台，每个工作都做不久。加上弟弟不成才，留下一堆债，自己默默背下。为了还债，只好去睡街头。三重那边中山桥下，我有个栖身之地就好了，什么都没有啊，旁边杂草丛生啊。当过流浪汉，住在桥下，靠打零工为生。当时朋友找他去修大楼的化粪池、通粪管，遭遇到最难忘的工作经验。去到现场就是一池污水，上面浮着大便，反正我有工就做啊，我也不会计较，然后就聊了一下。不然啊，这个管怎么有声音？我就去看一下，那就哇，贵宾。豁达的大笑，这就是叶清源的人生观。跌到谷底，就准备往上爬了。转好运的第一步，遇到了坎丘。比你一样，你就咸水在里面一直敲，你要把那个水倒掉啊。这样啊，这样飘一飘啊。好呀，跟他去玩的流氓，我留一把长头发呢。
我老公要吗？要嫁给他吗？看起来又不是好人啦，看起来跟他不是来的了。他长头发的时候，我根本就看不上。因为又是一个工人，然后又留一头长发，然后我不喜欢男生的，我觉得男生就是要男生的样子的，而且男生就是应该短头发，不是长头发，对。然后后来我跟他讲说，他说他对我说，拜托你那一头长发我们就看不上，他马上就去把头发剪了。看着叶清源戒烟戒酒戒槟榔，吴玉华被打动了。婚后一家之主，认真跑市场摆摊，对家里照顾无微不至。准备吃饭了，爸妈请，请登上未眠者宝座。老婆，今年猪年，听讲挂包叫好家弟，好家弟对，我嫁了是不是变做弟？好家弟对，是我啦，我嫁了变做弟哦、喔，我是好啊。每天晚上就是全家最幸福的时光，岳父母、夫妻俩、三个孩子同桌吃饭。伊出时啊，阮遐有一个做工课的吼，啊，讲啊，你是啥？我是查某囝，啊，当时生啊，讲我听，哦，也足好命哦，啊，过去食嘛好食呢。他说嫁给乞丐也有好吃的，结果他妈给他算命，他是乞丐命。你看，这不是就是真的是天注定？乞丐命的叶清源正巧遇到朋友的库存铁锅要出清，高职主修机械工程，对铁材了解，决定自己开发产品改良制程。传统的旋压、同心圆啊，边缘有像太阳光芒延伸到里面，哎，连屁股也有360度大翻转。从不懂锅、不会推销，到菜市场大学训练出的口才，对锅子了落指掌。绝不放弃的毅力，叶清源的人生就像这口生铁锅一样，越磨越亮，遇热越坚强。我比巴兰卡林进嘿嘿，我比巴兰卡怕拼坏坏，爱拼才会赢。